谢谢主席，各位副市长，包括咱现场所有的一级主管，还有我们的科室主管，我在这边要跟各位做一个数分钟的一个质询。那如果有哈啊改进啊，没有的话也互相加勉，互相加勉哈。林佳龙市长在就任的当天，他提出了一个叫百日有感，副市长，我相信你知影了哈，百日有感哈。我今天不是要讲百日有感，他到底有没有感？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。我要讨论的就是说，百日有感，其实我认为它不是很重要啊。如果各位有读过历史的话，我记得百日有感是在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。世界经济大萧条，一段美国的经济非常的这个不好的时阵哈，他就任总统，在1933年就任总统以后，他做了一个非常手段，叫做百日革新呐哈，等于讲是为着讲美国的经济，希望在足短时间内底伊个解决。但是呢，我认为呢，台中市政府目前的状况，台中市的状况无够。像你严重了哈，所以我觉得百日有感，事实上它不重要。我认为重要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包括市府的团队，每一天都应该用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这样一个心态，做你应该做的工作，做你分内应该做的工作。所以应该让每一个百日都有感，并不是说让第一个百日有感。这是我要对于这个。百日有感的看法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百日有感不重要，但是什么东西重要呢？叫做身在宫门好修行啊哈。局长在笑哈，我今麦要跟你讲哈，就讲、是，私人局长，我跟你讲，就讲、是、你过去呢，你做过私人公司的董事长，啊，恁公司有偌济员工？你来答一下，你公司有偌济员工？主席。好好，请局长答复。很简短就好了，哎。这树林的树啊，我再跟你讲。偌济啦，差不多偌济讲起来，有一百吧。都有啦。好了，请坐了哈。好，我讲你三百好了，讲你三百好。你可能说你一个小小的改革，好，你一个改革，你可能是加惠到你几百个员工，好，几百用剩钱都大型公司啊。我们副市长公司好像也不到好几百个哈，好几百个哈。但是呢？如果你身在宫门，什么叫身在宫门呢？都包括咱副市长，即马做副市长，包括你局长，哈、哦，即马做局长，哈、哦，包括吕建德副局长，吕建德局长，包括如芳，哈、哦，啊，即马做处长，这个都在宫门，这就是身在宫门。什么叫身在宫门好修行呢？如果你在你的职位上一个小小的革新动作，一个小小的改变动作。一个小小的体恤动作，你可能会让整个台中市272万的市民受惠。我讲艺术家呢，好，我讲艺术家呢，好。我这边讲这一组的，讲我其实，在上届议会，我其实做过一次建议，但是没有做。我期望我们的民政局局长蔡局长在任内，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你给他做起来，好。我希望讲你伫民政局内底，哈。心理学叫做后事科，后事啊，好、哦、后事啊，身后事的后事。我相信，包括我们的局长最近也常常跑一些，就是婚丧喜庆。你也感觉讲，咱咧招这个殡仪馆，招殡仪馆的时阵，或者是讲咱的亲朋好友有这个死亡的时候，好、哦，我想很多亲朋好友，很多你的朋友会跟你投诉。咱哦，为着要办身后事啦，什么叫身后事？哦，譬如说要办丧事，哦，丧事办完了，要办一个死亡登记，要办一个遗产继承，要办一个遗产的移转，包括一些福利的补助，你也不死人啊，还真正也不死人啊。好、哦，我常常讲说，已经家里有人身故，已经有够艰苦啊，好、哦，你要让这些家属疲于奔命啊。累到死哈！我哋感觉这是非常不人道，非常令人感到情何以堪的事情。所以，
我伫遮要建议民政局伫上真早真短时间以来，甲成立一个叫做后事科啦，好、哦、后事啊，身后事的后事科。当然后事科有牵到一些人力分配的问题，但是哦，因为今天时间真短，好、哦、啊，我已经替你问好啊，哈、哦。其实我们可以用调派人力的方式，譬如说你伫各单位哈，包括跟丧葬有关的，包括财政啊，包括地政局啦哈，包括民政局啦哈，包括税务局很多等等等单位，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把它调拨一些人力出来，哦，这样人力够不够？还是不够哦，哈、哦。啊，当然这包括很多东西，它是牵涉到中央主管机关的，中央主管机关怎么办？我希望就是讲，包括拜托副市长，拜托民政局长，咱去台北协调嘛。哦，中央主管的单位，他应该也调拨一些人力过来到这个，这个后事科里面来。人力够不够？还是不够？还是不够？哈、哦。啊，咱台中市今麦就叫做人力专案小组了哈、哦。秘书长今麦是召集人，他的单位包括人事、主计、财政、秘书处。这个人力专案小组，咱也当用一挂行政助理，或者是讲一些约聘雇人员。你成立这样的一个后事科啦。我相信哦，全台中市民都会给你感谢。好、哦，用单一窗口解决后事问题，我相信哦，所有台中市民都给你感谢。如果你若做起来，我相信哦，这台中市做起来了哈，各县市都会来跟你取经啦。好、哦，这是我对你一个小小期许哈，因为需要问的话，当然最好你答复哈、哦。这是我对后事科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建议。好，来，各个来，小会局局长。哦、我想你就任以后，来你请坐，你请坐、哦、我相信你就任以后，我也一而再再而三跟你讨论到很多我们社会局的一些福利的问题。我甚至、哦、还找了一些对这个学有专精啊、有经验的人跟你做一个对谈。但是我很遗憾的地方，包括咱的中低收入、低收入户的认定啊，好、哦，这个大概。目前还处于一团乱的一个状态了。我一团乱好像对你也不公平了哈。就是讲，很难达到我们给你的要求，对你的期待。哦、我们社会局还甚至发生过我们的公务人员跑到人家那个，哦、这个辅导对象去讲听话啦，讲哦，你卖个申请啊，你个申请哦，你含中低收入你都无哦，卖讲成为低收入户，这样子不够体恤的一个状态哈。我希望讲，咱的局长会当进一步来个改善啦，哈，进一步来改善啦。我觉得很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黑暗的地方，这是咱起境外走的，哈。所以要有政府，不就是说透过公的力量来帮助这些需要援助的人吗？哦、小局长，这句话对你一个小小的期许。如果你若好好走，吼、哦，唔那这人给你感谢啦，吼、哦，我相信上帝嘛给你感谢，真正，吼、哦，你做上帝工课啊，你在做上帝工课啦，哈、哦。那当然，我讲到这些事情以外，哈、哦，好来，我局长啦，那个民政局局长来，你用很短的时间。告诉我说后事科可不可行？后事科可不可行？请局长答复。我刚刚跟张议员所建议的非常的好，因为有一些就是人这个就是往生以后要办理很多的这一个事务，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，以我们生管所已经有提供一个就是比较完整的后事处理的一本。我的讲，哎，足麻烦，他要跑很多单位。我今麦就是用单一窗口来处理后事问题。我这个演你啦，好不好？我演你了，我好就报告。好啊，我对时间没有啊，给了。最快的速度了，我拄啊跟唐副局长有讲过。下个会期前好，好不好？应该差不多一个月内底。好，啊，请坐哈。啊，咱的社会局局长，我拄啊给你做些建议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报告议员，我感觉这个部分非常重要。哎、啊，都我议员所讲的哈，因为我们在查访的过程里面，有对我们低收、中低收不礼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一定会严加查处。好，请坐，好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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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请坐，安德华，安德华，安德华，哈，好。那当然我刚讲说，身在宫门好修行呐、啊，
嘛毋是讲咱逐工拢做善事呢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副市长，我相信包括咱在座咱做者议事主管，我相信吼、哦，恁已经上任遮尼久啊，我相信即几个月以来，你们一定有听到一些对整个团队不友善，甚至修理我们团队，甚至搞我们团队打脸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吼、哦，我啊。我有当替恁吼，感觉讲，啊恁互打脸，去互修理，啊恁拢点点啦，都唔讲话啦。那我心里在想说，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呢，还是说你们有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？哈，或者呢，根本你们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啦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都不爱代志，这是蔡世英代志，都不爱代志，我不爱插安尼啦。我在想，也有可能这个状态。外面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不相信你们被打脸，你们会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我这边讲几个例子给你听了、啊、包括我最近在一个场合啊，我就听到隔壁桌人吃饭人在讲啊，有一个人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恁公司安尼是要紧的不要紧啦？今麦换市长了，他大言不惭的怎么说呢？市长换人无唔对啦哈，但是哈。所有的招标人员都是原班人马啦，市长换人跟我无关系。好、哦，我一样是御用的公关顾问公司啦。好，那我也曾经听到一个前朝的御用建筑师啊，伊即马讲啊吼，伊即马伊讲伊嘛是赶快是御用建筑师啦。哦、我讲这個，我相信今仔日黄义林无伫咧，局长无伫，但是我相信伊常咧讲上。他在外面这样子放话，哎、欸，这应该没澄清，或者说你们，包括李如芳，包括我们蔡世颖，包括吕建德，包括一级主管，你们难道不用去清查一下？我公投公顾问公司，几年来，大家每天都是那一间，每次招标就是那一间，你敢没清查看吗？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拍天，好像说我们招标人跟他。刚刚美术界有什么瓜葛的呀、啊？哦，这个都不用给他清查一下吗？不用清查吗？要吧？哦，阿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最歹听。好啦，阿哥讲一个，好、哦，讲一下，有的东西真的要马上处理的。啊，我对咱的团队形象影响是大的，包括咱人员去用跟拍啊，去用媒体跟拍啊。这老实讲，这伫媒体出来是要是歹看，会足歹看啦，哦。啊，搁一挂，咱的公务人员不晓得是有心还是故意的。包括一个区公所的民政科科长啊，也在接到电话啊，讲科长甲因讲啊，讲林佳龙市长要求每三个月要评鉴一次，三个月评鉴就换人。干我进来就无吧，无吧，还是前三个月吧，第一个三个月吧，不是每三个月吧？有听看不晓得呢？哦，这样没错吧？好，凡此种种。我都是在跟各位，拜托、哦、我们就替你们担心，百日有没有赶，那就不说了。但是我希望你用身在公们好修行的心态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。最后两分钟啊，来，我拜托副局长对我头拉讲的质询啊，你给我答复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副局长是，哎，请副市长答复。啊，多谢咱张议员哈。我问过嘿，我想身在公门好相信这句真好啦吼，包括我家己感觉，头拄啊议员有讲，啊那质询的时候打脸的人哦，我来才坐两三工，不是质询哦，普通时就给你打脸了。哦，普通时就普通时你外口就讲啊，好，那就分做两种啦吼，种那是你议会质询，我甲当主讲，因为我这两工了。议会质询是绝对合理的啦，但是你外口讲歹话，啊，佫讲无事实的话，这就不用当啊。但是即摆即款就变做讲，爱有人传到阮家来，阮家在这第一啦吼。当然，即摆议员讲出来，阮就开始去思考了，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异用？这不应该啦，民主社会不应当这异用的观念。迄个人的观念那是安尼。我们就要求我们所有局处，欸，你如果有听到，我们就特别了解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就要去处理咯，啊，不处理，我们今天不是说政党轮替就要怎样，是，但是最少
不合理的代志，爱经过。我补充一下，我惊大家误会的意思哈。李国建公司，伊是虽然他是前朝的御用，但是好公司，那么继续个御用啊，讲白就是安尼啊。卖对，咱是好甲歹来负责。好，张议员，时间到。好。好，时间到啊、哦！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张议员，时间到。